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活动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这些灾难可能会导致末世的情况，如灾难性气候变化、战争、瘟疫、大规模自然灾害、资源枯竭等情况。在灾难的发生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只能携带有限的工具撤离。那么今天我们来盘点以下有哪些可以携带并能适应末世情况的刀具和工具。瑞士军刀。瑞士军刀又称为万用刀，是含有许多工具在一个刀身上的折叠小刀，推出时获得瑞士军方的赞赏而为瑞士士兵配备而闻名。瑞士军刀的主要工具包括了刀片、开罐器、剪刀、木锯、镊子、螺丝刀等。在负重有限的情况下，瑞士军刀可谓是一个不错的工具，不仅可以处理食材做饭，也可以刨木屑来生活，开罐头等也可以用来制作小型的捕猎陷阱。由于自身的尺寸，通常瑞士军刀的实用性往往不如用来进行特定的工作的工具，并且它的强度和耐久度也不出色，瑞士军刀只能适用于轻度的工作。但是瑞士军刀胜在足够轻便，逃难时放置于背包中也不会成为负担，较适合作为后备工具。推荐指数两颗星。工具钳。除了瑞士军刀外，工具钳也是一种多功能的工具。相较于瑞士军刀来说，工具钳的强度则强壮了不少，但相对重量也较重。工具钳作为真正干活的工具，使用起来也比瑞士军刀更好用。功能上来说，工具钳和瑞士军刀也差不多，但工具钳胜在它的强度，干起活来的效率和感受要比瑞士军刀好得多。工具钳的缺点和瑞士军刀也如同一辙，实用性并不如专业工具。推荐指数三颗星。户外刀。户外刀也被称为露营直刀，是一把适合在野外生存的工具。户外刀可以用于各种户外活动和任务，其具体用途取决于刀的设计和功能，如切割、打猎、自卫、剥皮和处理食物等，兼备了多种功能，是末日必备神器。相较于工具钳和瑞士军刀来说，户外刀更加结实，并且可以成为防身和狩猎的武器。如果把户外刀绑在木棍上，甚至可以组成鱼叉。此外，那种便携版的折叠户外刀却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强度和可靠性，所以选择上还是尽量避免折叠户外刀。推荐指数五颗星。工兵铲。工兵铲又名折叠铲，是一种露营工具，可用于挖掘、铲土、清理营地、挖沟、移动小型障碍物等多种任务。工兵铲对城市生存的作用并不大，在野外生存的功能也不强。由于工兵铲的设计通常较小，相比于大型铁锹，其挖掘能力和移动土壤的效率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通常在生存的情况下不应该选择工兵铲，因为它在建筑掩体中并不适用。推荐指数一颗星。柴刀。柴刀又名开山刀，开山刀顾名思义是用于开路，它对付小树枝效果拔群，是一种在野外或丛林生存的利器。柴刀的设计使其适合用于砍伐小树、削去树皮、切割木材等任务。在野外需要搭建临时庇护所或者生火时，开山刀能够提供必要的木材处理功能，并能成为防身的利器。若是末世不是生存在建筑群体内，而是生存在野外或丛林内，柴刀可谓是一大神器。但是柴刀的缺点是收纳较为困难，便携性不如户外刀。推荐指数三颗星。野营斧。野营斧也被称为户外斧，是生存工具中除了柴刀为数不多可以伐木的工具。野营斧比起柴刀通常体积较小，重量轻且便于携带。此外，野营斧不仅可以劈砍木头，甚至可以把它当锤子用。野营斧的体积较柴刀小，并且可以兼顾柴刀的功能，是柴刀的替代品之一。野营斧的缺点是使用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经验，特别是在砍伐木材或者其他需要精确操作的情况下，缺乏经验的人可能会在使用时造成不必要的危险或者浪费时间和精力。推荐指数五颗星。撬棍。撬棍是一种常见的工具，通常用于撬动、扭曲或移动物体，属于便携的重型工具。在末日环境或紧急情况下，撬棍可能会有多种用途，如破解锁具或门窗、移动重物、救援行动和自卫等。重型工具对使用者的体力要求特别高，力量较弱的选手并不建议。此外，撬棍的用途大多体现在建筑物中，而到了野外就显得比较鸡肋，
若选择生存在城市中就较为合适。推荐指数三颗星。消防斧。消防斧破拆斧是一种尾部具有尖锥的斧头，属于大型工具。消防斧的尖锥可以用于救援行动中，可以用作破坏障碍物、撬开门窗、敲击等，非常适合爆破开门。消防斧的使用频率在末世的城市中是非常高的，野外也可以兼职伐木功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正确使用尖锥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训练，对体力有相对大的要求，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伤害。此外，尖锥也增加了消防斧的重量和体积，携带时可能会更加笨重。推荐指数五颗星。在末世下，对于工具的选择必须考虑想选择生存的地点。如果是在野外，建议搭配工具如工具钳、户外刀、野营斧或柴刀二选一。当然，在配备负重有宽裕的情况下可以携带所有。而如若是在建筑内生存，我们可以在以上的基础上搭配消防斧并摒弃野营斧或柴刀，因为需要劈柴砍伐的情况较少。除了刀具外，我们也需要配备磨刀石以保持刀具的切割性能，还可以延长其使用寿命，确保它们的效果和安全性。最后，末世生存还需要别于刀具的工具，如打火工具、水源净化工具、医疗急救工具、导航工具等等。好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末世系列，麻烦您给我们点赞。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